拉得不错呀，同学。啊，老师，我只是来给同学送琴谱的。没关系，你拉得挺好呀。正好我们129合唱比赛开场需要一个小提琴手，你有兴趣吗？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还是这色调。乘坐，这个帮我弄一下，9点前给我。哦，对，小雪，有个快递帮我取一下，我发你了。要不给你做个什么东西啊？改一下。哎，交给你的文稿怎么还没好啊？记得啊。最不习惯的一种难句，因为在汉语当中几乎是碰不到这种表达方式的，而且就算是以前在英语学习中偶尔见过一些插入的成分，但是像在 GRE 的考试当中。雪儿，爷爷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把小提琴都拿出来了。爷爷，我好久没练琴了。你们年轻人工作忙，考试多，爷爷看你忙成这样，心疼啊！你多注意身体啊。嗯。爷爷，你当初为什么练小提琴啊？同学们，如今局势愈发不安，华北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。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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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琴呢？我们有米了。
四川省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开始。爷爷看到这把琴，那些过往的岁月也呈现在眼前。你们年轻人现在比我们当年可幸福多了。不要忘记我们民族充满血泪的奋斗史啊！